哦，这是古神秘宝丢失，而我这有一线索。不是我们干的，不是我们干的，不是我们干的，我们刚来。我这有一线索，我希望大卫少侠能够帮我看一下。好，可。突利付，突利付，突了你就可以立马付。我们看一下吧，好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好呀、啊。哎呀，哎呀，是怎样的？我最近钱很多了，我想要多买一点楼盘了。有什么好推荐的吗？我们这个花园叫富都花园，就是你可以不用熬秃头，也可以在这里买一套房。对，一口价多少钱啊？只要699。699啊？699就可以拥有一套房。真的啊？对。在哪里？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的一个小区。这个世界呢，它是一种中国本土的赛博朋克风格的一个小区。哦，很有科技感。春天浴池特价房20，我只看到那个胖子烧烤密码，看到胖子很心动，很心动。如果你怕吃的太多容易长胖，可以住这里，每天上下爬楼梯。那个林杰，那个等我预约一下。这个是防谁呀、啊？防爆玻璃，这个是要啊，这个叫鹊桥之家、啊，是防我们的啦，因为我们帅气到爆嘛，哎，很棒很棒。老板，我们一起坐一坐嘛，往那边再坐一下，来，房产面前要这样子啊，有钱的了，开始。我们往这边走，我们去下一个好玩的地方。哇，好酷啊！喜欢。哇，云。这边呢，这边可以领养一朵自己的，有自己的一个座椅。这个，我要加装云，我想要加装。然后还有大的也有，大的也有。那你也可以拿。这个因为很像我们的 Wings 是吧？是是是，对。Okay. 这个小乐园也是建筑送给大家小礼物，然后你们可以把它领养带走。还有喜欢哪一朵？我都好喜欢，都好喜欢，好好看啊！对。那我们现在自己的小云朵跟我们整个建筑合照。好嘞。快来加人棒，加人棒。小乐园这边。哇，这儿好好玩，但造物节就是不一样，创造时很多新奇的玩意儿。是是是。这批玩1000啊，卡路里当铺。怎么这样吗？快，你手反了，你敢说你得亮起来。想你的夜，第二个动作。好了，第三个动作。这个，江南四大才子，三大才子。做这么奇奇怪怪的动作，好开心啊！在我们神树下拍照，可以完成你们所有的愿望哦。你们怎么都没有模仿？模仿啊，搓半天了已经在搓。你在噗噗噗嗝啊！嗝嗝嗝啊！嗝嗝。淘宝逛逛，淘宝我们的逛啊，淘宝逛逛。哎呦，哎，郭振，你在干啥呀？我入驻淘宝逛逛了，这里就是我的家。记得要来常来淘宝逛。这熟悉的场景。好了，我们可以走了，走吧。哎，美美的，谢谢。哎呦，美美的，是你吗？没有鸡老师是谁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是侦探啊。应该是没有鸡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这门的房子，这里，哎，好。哇哦哇哦哇哦哇，这个哇哦，红梦灯，拿眼睛弄一下。哎，我刚才在那边有看到一个小的红梦灯，那种该卖多少钱？2000多，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，它好像如龙出水又入海一样。对，哇，你看那边还有好多手。对啊，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镜面就很帅，就显得很酷炫。对，大家注意一下吧，因为咱们比较脆弱。然后，好啊好。对。脆弱。好，我们尽量就这么说话。想象力宛若游龙，穿行时空，触及无限。哇一瞬间我以为今天玩完了。
我刚才头碰到这个的一瞬间，我觉得今天的活白做了，我觉得我这个月的活都白做了，你觉得我这三个月的活都白做了。顾晨，你小心点。这个吗？可以坐进去吗？可以啊，可以上。可以上。皮卡上。啊，我在棚那边吧。去吧，皮卡丘，都可以。拍照了，等一下我们三个在这儿拍一下合照。Nice。 好了，我们要走了，飞吧，飞吧，起飞吧。好，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啥呀？接下来我们请三位嘉宾正式一辆我们的飞卡车。哦，是真的有进行对抗的，好像进行对抗和赛车比赛。我们要通过这个水弹打到我们的四个感应板上，谁的这个生命线槽流的最多啊，谁就是最后的获胜者。那同时我们在比赛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不要发生碰撞啊！有请三位嘉宾们注意啊，不要碰撞，这个车是不能撞的，只能通过我们的水弹来发射我们的子弹，直接发射水弹就可以了。对对对。好，直接发射水弹。啊！好，接下来我们谁打进我裤子里了？正式开始了。对，非常好，我觉得都是我的设计啊。我觉得你在林杰，水弹会打到屁股这个。都看完。现在我们今天特别嘉宾啊，你的这个血槽已经归零了啊，可以稍作休息吧。这个谁呢？我应该是我。稍作休息吧。剩下两位，你们还可以继续 PK。哇！这操作好方便。好，看到了，我们这个现场归零了。我赢了吧？对，你赢了，对，恭喜。OK。然后我们要来点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啊？我们这些粉丝们来点掌声鼓励一下。好的，这个真的好好玩。接下来我们。